一个人，一个行李箱，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这注定是一段难忘的求学之旅。静静地矗立大学门前，只此一眼便一生难忘。良好的国际教育环境，广阔的出国交流平台，美好的职业发展前景，融入其中，感受学院魅力之所在，享受无法取代的美好时光。追逐梦想，从此起航。河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。收获从耕耘开始。我选择了国际教育学院的旅游管理专业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里具有独特的国内外教育资源，可以培养我具有国际化的视野。国际教育学院成立于2009年，2010年开始招生，主要负责中外合作办学教育项目的实施，外国留学生的教学与管理，国际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的初选，国际交换生和交流生的选拔和派遣等工作。学院成立以来，积极促进国际化教育，扎根中原文化，彰显外语特色，全力营造兼收并蓄的学习氛围，先后与美国、日、泰、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开展合作，建立人才联合培养体系，为我校学生提供海外交流学习和社会实践平台，是河南师范大学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。